啊，你拢袂感觉讲看遐侪遍？我一届一届安尼一直看，一直看，吼、哦，我当看规场啊，看因咧用刀杀，啊咧互糟蹋，结果有人用钱来买。的时阵，播这个影片是要让大家知影讲，这个辛德勒伊的出现，拯救了所有犹太人的迄个性命。当然，要过我的期待，就是讲我的精神无像遐好，也毋过我相信伫咱台湾政府内底，咱会当共同担起这个责任，这个使命。将你所有的，当然不是金钱上，是你的所有一切，你会当提出来，为着台湾人来，为着台湾人的生命，为着台湾人灵魂会当叫精神，咱来打拼。这就是今仔日要甲大家互相勉励的代志。所以咱今仔日唔忙你看长了后，会当知影讲。咱若愿意安尼做，开始台湾开始就五万，五万，咱大家共同打拼努力。今仔日上课到这结束，谢谢。Jack，Philip，Gary，各位先请坐。